小朋友一摊接着一摊，好奇地体验不同的科学知识，家长也趁此机会陪伴小朋友共同学习。有讲到说今天有活动，到下礼拜二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来了。带小朋友来有什么样的意义吗？哦，很不错啊，让他们闯关啊。屏东县首次与国科会共同举办科学活动，全县共有65校共同参与。原乡学校也将具有原住民特色的秋千，还有传统狩猎都搬到了会场，要与大家共同分享祖先的科学智慧。你都不断就完蛋了。哇塞！我的目标吃那个是什么？台湾英雄。哎呀，那个三枪。是什么原理吗？什么原理？幅度。对。还有呢？不知道。准度，加油，好，成功！各校学生拿出独一无二的科学发明，要与其他学校分享。在屏东市体育馆前的科学活动，将从11月10号举办到11月13号。趁着假日，大人小孩不妨来一趟科学之旅，体验学习科学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奥妙之处。记者 Ray Gossett 屏东市采访报道。